局虎尾分局所有的警察同仁。那么也感谢我们今天啊所有共同与会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来宾以及我们的民众朋友。那么呢，在我们的6:30到7:00的时段，会有来自我们的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我们带来的胜利宣导。同时，接下来在我们这个时段要邀请到的是虎尾幼儿园，我们也邀请相当可爱的小朋友们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暖场表演。今天的表演充满着活力，也充满着象征生命力的一个诞生，由30位来自我们虎尾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精彩可爱生动活泼的暖场演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欢迎所有与会的朋友，我们今天有为大家来准备座位区，请大家可以来入席，那么也一同来观赏今天舞台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段精彩演出。那么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给我们这些小小的表演者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呢？相当可爱哦，来自我们的虎尾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相当的热情，也相当有活力。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也象征是一个新的生命力的向上发展，那也为了来推动呢我们的镇长哦最重要的我们的政策理念，我们也希望每一场的活动、每一场的节目都能够带动亲子共游，也能够带动全家出动。那么接下来舞台上我们要把精彩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虎尾幼儿园，掌声鼓励鼓励。Thank you.